大家好，我是程员外，你们吃了吗？前两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是从云南的香格里拉寄过来的。没错，就是那个香格里拉。我收到的是羊肚菌，新鲜的羊肚菌只有在每年开春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有，它一般分布在高海拔地区，香格里拉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地，它的味道非常鲜美，用来煲汤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吃的，只不过它的样子，可恶，我为什么会有点脸红啊？而我今天用它来做一次 risotto， 意式烩饭。Where's the risotto? It's coming right up, chef. Go, go, yep, this way. There you go.Hey, look my risotto. Well, just stuck. Hey, Luke. I'll wait back, chef. 当年我和前任一起看《地狱厨房》的时候，非常好奇这个 risotto 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还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能去《地狱厨房》餐厅里尝一尝这让人闻风丧胆的 risotto。可惜，这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当时天天做饭的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自己在家里做一做，因为其实吧，这 risotto 除了花点时间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操作上的难度，而且它包容性很高，就算你变着花的往里头放各式各样的食材，它都不会特别的跳戏。那我今天就来展示一下如何做羊肚菌版的 risotto， 全程保持小火，放入橄榄油之后放洋葱，慢慢的煸炒它，直到变为透明色为止。然后放入切好的蘑菇，煸炒一会儿变软之后放入黄油。然后放入一些胡萝卜丁和青豆，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不放。然后放入意大利米，在没有炒糊的情况下尽量多煸炒一会儿。倒一些白葡萄酒，这里利用的是白葡萄酒的酸味，如果你不喜欢白葡萄酒或者是没有白葡萄酒的话，那么用一些柠檬汁也是可以的。继续保持小火，直到把液体基本上耗干为止。这时候你可以开始调味，放一些盐、胡椒、百里香和蒜。收汁收的差不多之后就可以放鸡汤了，鸡汤放的不要太多，用小火慢慢的熬，鸡汤熬干后再加鸡汤，重复以上步骤。这是一个很耗功夫的菜，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意式烩饭的熟度和意面的熟度一样，它们完美的熟度叫做 al dente， 指的是
指的就是中间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夹生，但是咱们自己吃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多做熟一点，可以边做边尝，做到你满意为止，最后做出来感觉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出锅之前撒一些帕玛森奶酪，盛到盘子上后再撒一些帕玛森奶酪。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完美的话，总是可以再多加点松露嘛。那么这份羊肚菌意式烩饭就这么做好了，有时间的话也在家里试一试吧。那么就这样，咱们下次再见，拜拜。Hmm.